儿子，小孩就喝酒啊。喝，刚好喝嘛。哎，他爹，你看哈。要得。怪是好听的。日记思量，天地开张，新人到此，车马回乡。这个是啥子声音？那个好听。这个不叫声音，这叫流行歌曲，懂不懂？听，听了给钱的了。哟，张二哥，听个声音都要给钱，我没得钱，没得钱，没听见，没听见。他可能跟你外婆家去了，过两天就回来了。没，我家妈，可我家外婆家咋个天天都不打我去？米小，我家里连点像样东西都没得，对不起你。我想了，你爹妈说你人好，跟你能过日子。老板，
喂，杨子，爹杨子吗？哦，我的平板里面。耶，你先，赶紧，你张二哥在背水。哎，不行了，你先，不行，休息一下，你忙着点。哎，张哥，杨老爹，哎，你们家上次掏小银子给我借300块钱，给我了，我手头紧得很。哎呀，张二哥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等到年底，我们把猪儿卖了没，先给你一点，行不行？呀，张二哥，你担待一下，给我们多宽限一点时间嘛。宽限？我给你们宽限，哪个给我宽限？二哥，借钱的时候不是说好年底还你一部分吗？现在你就催，我们真的没得办法的。哎呀，哪王兄弟啊，我真是守得紧啊。既然这样嘛，那从下个月开始，每个月加5块钱利息。5块？记得每个月加5块钱利息啊。我想了，你爹妈说你人好，跟你能过日子。那从下个月开始，每个月加5块钱利息。昨晚想了一晚上，不能这样子过下去了。我想出去找点活路做，等把账上钱还了，再给你盖间新房子。到哪里去找活路做？到省城，大地方活路会多一些。都怪我们妈，给你们屋头要那么多过礼钱。笑，那些钱都是应该给的。等我们把账上钱还了，我们就好好生生的过日子。等还了债，我一定给你盖间新房子。你想，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嘛？我们两个要是都去了，爹妈身体不好，万一有个3瓶2桶。再说，我要是去了，怕拖累你。我担心你，个人在家。阿旺，你放心去，我在屋头守好家。
你想，我还是放心不下你。你想，你是混不在了。悠悠。阿旺，这个裤带是我们结婚时候披过的。你不在屋头，我会天天洗到它。等你回来。爹，妈，云霄，你们回去吗？姐姐，你妈妈去哪里去了？去我婆家去了。不是的，你妈妈跟到有钱人跑掉了，不要你们了。爷，你先休息哈，你们别太累了，看上着太气。没事的，妈。呀，这是我们杨家的香火，猫坐那休息。妈，要是我怀个女儿子，咋办呢？不怕不怕，姑娘儿子妈都喜欢。爹，我家猫到底去哪里去了？幺儿。你不要忘了，这个家呀，你就当没得这个妈。云秀啊，阿旺停了半年多，连个音信都没得，到底找到钱没有也认不得。妈，阿旺不识字。他早前回回来的，你看嘛，娃儿都快要出世了，他还不回来，妈对不起你。妈，没事的，阿旺还不是为了那个家。
伟哥，多谢你了，又帮我们挑水。谢什么？大妈，英雄现在身子不方便，以后啊有什么事你只要尽管喊我。大妈，英雄，我先走了。小鬼啊，你天天给我们挑水，大妈实在过意不去。大妈，没得事，我答应过阿旺照顾好你们的，有没得什么事啊，我就先走了。小鬼，那你慢慢的去呢。哎。这是你的工钱，扣除吃住费，总共115块。王家，哎呦，阿旺妈呀！哎，你家儿子有出息了。这是我家阿旺来信了。不是来信，是来钱，寄了100块钱。你家阿旺啊，有出息了。哟，是钱。哎，他爹，快点过来看，阿旺回钱来了。刘文雄，来坐，再坐。嗯，庄二嫂在屋头没？没有在，给他妈家去了。你家里面有事情，坐嘛。没有，你生了我儿，更好看了。我们阿旺寄钱回来了，我先还你100吧。没有，阿旺这个小子，还苦不到钱了嘛？云秀，我跟你说，阿旺在外头要苦到钱了，你不怕他去找别的女人？我们阿旺不是那种人。管他是哪种人，二哥我就是喜欢你。云秀，这你跟二哥好吗？这钱不要你还了。哟，二哥，你莫跟我开玩笑。你们张二嫂回来，小心揪你耳朵。不会，哎，云秀，坐下子嘛，云秀，云秀，云秀，有啥子事情找二哥哈，二哥会帮你的，可是。云秀，小云
英雄，开门，你过来陪陪你。英雄，开好门，你过来陪陪你。赵二官，你这怎么着？慢着哭哈，来。好好好，嗯，乖乖乖，我慢着哭哈。妈妈在来嘞，不哭哈。阿旺，等两年多了，你还不回看看你老婆啊？要。再过几天活路干完了，你拿到工钱我就回去。这次可以把所有钱都还了，再回来付点钱给你老婆盖点新房子。就凭这点稀罕钱吗？盖新房子，怕等到猴年马月。我的想法，找个机会，再去卖力，我相信能活得久。他爹啊，阿旺自从回了那100元回来，就再也没得音信了，会不会是？爹，你会好的。明天我去赶场，给你抓点药回来。哎呀，真是急死人了。盼盼，给妈妈看喽。爹妈，你们不要多想，阿旺会回来的。好多钱？六块。哎，英雄，你来赶集？啊。二哥今天卖了只羊。等一下跟二哥走，二哥带你下趟馆子。不用了，谢谢你，张二哥。他爷爷还病在屋头的，等下我刚买药回去。哎，英雄，这是不给二哥面子。每次找你的都是这样，二哥哪里不好嘛？不是的呀，张二哥，我屋头真的有事啊。你那天小心你们张二嫂，揪你耳朵。小东西，走过去。他爹，英雄，白天我就遇到张二了，他催还钱，还说要加利息，你们说咋个整呀？咋个整？催得急嘛，就把个小猪卖了给他。
爹妈，现在买猪不划算啊。银雪，哎，南哥，你去给张二说说，这个年底换他爹行不行？银雪，你听到没有？妈，要不你和爹一起开车找二妈？算了算了，你们都不要开了，我去找张二。我忍不了了，啊，银雪，二花，来了！银雪，二，你给我，银雪，二，啊，你咋子？张二脸上给撞成大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吴巧贵和那个小英雪在那个上面沟头干见不得人的事。哎呦，我看到了吴巧贵狗日的，你还敢打老子？哎呦，这个孤男寡女的，到底是干出这种丑事来了。像小英雪这种狐狸精，不去外头勾引男人才怪呢。啥么个？男人两年不在家，他就耐不住了。这个吴巧贵真不是个好东西。人家小英雄大起个肚子，他天天跟人家挑水劈柴的。吴巧贵了嘛，平时人模人样的，还公然干出这种事情来的。啊，这个狗日的真的不晓得。不要哭了，一哈看我咋个收拾他。你们看，啊那个奸夫淫妇，还有脸回来？咋？你个狗日的，过来跟英雄道歉。你自己干的好事，你还无人先告状，跟着为了跟英雄道歉。道歉。你两个干了见不得人的事，喊我道歉，你反了你了。英雄，你说到底是哪个？他还有脸说？这种丑事我们见都没见过。英雄，拿给大家看哈。咋？你看哈，你自己干的活噻，你的陈扣子还在英雄手里面拿着呢。今天要不是我听到英雄喊，他就被你糟蹋了。你洗个喷人！你。大家看哈，这个就是当时被英雄扯烂的扣子，扣子还在这里。哎，桂花，还是给你家张二啊？你干了这种无聊的事情，你还赖皮脸？你就是这无聊的事，么？你还是脸无情？你个死不要！
家里的东西。是真的地位你不好吗？你到底跑出来跟别人家的田？你到哪里？人家往哪里买的？冰雪，别哭了。妈，我咽不下那口气，我儿子想上高中。你干啥子？他家小舅子就在乡里面，你咋个搞得赢呀？再说我们还欠人家的钱，亏吃完就算了。妈，我不会欠他钱的，就算我们阿宝没寄钱回来，我养猪卖鸡。我连本带息，一分不收还给他。他爹，外头大雷要下雨了，你还愁个这哪样啊？那个吴桥贵拼命护着小英秀是哪意思嘛？我看啊，这个小英秀跟那个吴桥贵肯定有一腿。这个小狐狸精嘛，要不是他在外头脱光了衣服，张二哪里会干那种事？哼，就是。不过哪里都不沾心的猫嘛，我看他张二啊也不啥好东西。这个吴桥贵跟小英秀，一个婆娘跟男人跑了，一个男人不在家，鬼才说得清楚他两个之间的关系。怪不得。我一天就经常看见这个吴桥贵往小英秀家跑，干这样干样的。你这个小骚货！哎，你这个！他爹，要是阿旺真的回不来，这回家了。那咋个整啊？爹，妈，你们不要再想了，要注意身体。阿旺他早晚一定会回来的。英秀，还有你，你跟吴桥贵有那种事没得？村里风言风语都在传，要是真的，我跟你爹这张老脸放哪点？妈。你不要听外面的人胡说乱讲，我跟乔贵哥真的没得事。但也没得，虽然阿旺不在家，你要给他看好这个家。听到没有，英秀？妈，我知道了。Thank you.
八条河菜，梨汤、红汤、水果汤。哎呦，等会儿先，来，赶紧的，哎，干杯！来，哎，好，孩子的哈，啊，马总啊，啊，马总眼镜啊。卖东西喽！包大哥，我还没回你趟吧？包大哥，你在城里有关系，我们阿旺出去打工好多年了，都没消息的。你能不能帮我帮忙找一下？他爹，你有那只的真傻子啊！哎呀，恁个大的那天，走，回去。对不起，烦了。哎呀，天哪，恁个恁你那只的真傻子嘛！哎呀，走，回家喂药吃去。对，哎呦，他爹，咋个了？哟，你是咋个的？乖了，林雪，快点来，你就放心了。快来，英雄，快来。妈妈，来那边的老虎啊！我看这个小英雄的男人是回不来了，他跟吴小贵肯定有一腿。哪个晓得他家个男人出客人啥？妈，来，起来，喝碗水。行。英雄啊！村子头的人都在说，阿旺回不来了。
还说你也和乔贵好。是哪个那样把姑又在叫蛇狗？妈，你不要相信他们的话。我和乔贵哥根本就没这出事。银秀啊，你跟。你说过阿文会回来的，是不是啊？是是，妈，阿文会回来的。银秀，你要帮阿文守好这个家呀。妈，你放心嘛，我会给阿文守好那个家的。告诉你，别再干坏事。
小鬼婶婶让你是我爸爸就好了，他们就不敢欺负我了。难怪，没事，你小鬼是猪子，哪个也不敢欺负。永远没烦恼。一个大老人家连正事都不会干，只会那样拿录音机玩。哎呀，我呢，我除了放羊子还会做啥子嘛？今天屋头的事情都说你一个人就做了。哟，你还有理了？你不出去听哈子？外面都是咋个讲的呢？咋个讲啊？就是讲完了不允许的事情。哎，不晓少妇总是不可以喊那家，哪会晓得的？哎呀，你晓不得该如何？这个不要脸的东西，你还想来看老婆呢？要是你去，老是不喊的话，你要咋子？你他妈认不着啥子人啊？你认不得你是？哟，都是个烂机子，天亮就是一见你就笑，永远没烦恼。嗯，老娘跟你这一天都没烦恼，当然哇哇哇，老娘让你烦恼的。啊，好哦。咋个啦？玉秀，玉秀，你不要怕，我来了。你没伤着他点吗？啊，阿贵哥，我好害怕，好大一只蟒蛇，哎呀，吓死我了！不怕不怕不怕，这下没得事了，没事。我好害怕，嗯。云霄，云霄，我们起来，我们走吧。我不走，小鬼哥。哎，云霄，云霄，我命好苦，小鬼哥。云霄，我好怕，我好难受。云霄，不要不要不要我，不要我也。
不是，我不是，我不是啊，云霄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，云霄，对不起你，我不是，我不是。村里逢年逢节都在穿，你给五千块有啊种事没得？小鬼哥，那家里面的事情就麻烦你照看一下了。虽然阿旺不在家，你要给他看好这个家，听到没有，英雄？妈妈那时候给我买新衣服，妈妈就给你买新衣服，妈妈把猪卖了就给买一套新衣服，妈妈钱都还完了。现在带你看看。那妈妈没买钱就是时间的干长的。走，跟妈妈过来，你去买。他们晓得给妈妈买了好多个鸡蛋，吃过没？吃过。盼盼，来帮妈妈找哈哎，妈妈晒裤带嘞，咋不在了嘞？又遭风吹走了，赶紧找哈。哟，张二，今天要去哪里封台？哎呀，封啥子？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你这个真的是被冤枉的，你们不相信。这两个狗男的胆子真的是太大了，小英雄都睡到吴桥哥的床上去了。去，张二，给是真的。不是真的话是假的，我跟你说，小英雄天天拴在腰杆上跟红裤带，都送给吴桥哥。做定情物了，怪不得他两个整天怪模怪样的，看见人头都不敢抬了。你们哪个是不相信的吗？亲自给杨凤娘妈说，去他家屋头亲自给翻哈子，说白点，俺红裤带就藏在吴小贵两个枕头底下。我现在就去跟杨大妈说，我这回倒看哈子这个小骚货还有啥子话说。
阿妈，你听我说，我真的那么咋个回事啊？医生，医生，大妈，你出来。阿妈，你听我说。妈，啥事？你看，这个就是我这他枕头底下拿出来的，看来这几年众人说的话都是真的了。妈，这个是我前天塞在元宝头的裤袋，我还以为掉了，到处找找不到，咋会跑到乔贵家里去了？大妈，你也不要多想，这个我真的那么咋个回事啊？我的儿，妈，啊，妈，你的命好苦啊！妈，你不要相信他们说的。我的儿啊，你的命在。妈，你不要相信他们说的。妈，啊，之后你又咋个干事啊？我以后又咋个见人呢？啊，我的儿子啊！晨晨姐姐，你说我爸爸该会回来？回来。昨天我听我爸爸讲，你爸爸在城里面干活。可是我奶奶说了，给你我爸爸回不来了。你我爸爸长啥子样子，我的你知不知道？我也听二狗家妈讲，你爸爸是回不来了。哎，我妈也回不来了。妈，来了，叫你回去。哦，好。我这病的，你一个人咋个整呀？妈。没得事的，你放心，好好养病。秀啊，妈想好了，趁你还年轻，妈给你做个主。乔贵这个人靠得住，你就改嫁他算了。妈，你还说啥子？我答应过你，要给阿旺守住这个家。秀啊，你听妈的话，改嫁乔贵吧。阿旺要是能回来，早就回来了。妈，就算阿旺他不会了，
我会一辈子陪到你，给你养老送终。顾小，大家。你朝帮你问的事情，我也托你朋友亲戚帮你问过了，但是还没消息的。你说，你别太指望了。这个送给你。王大哥，你帮我忙，我都恨我来得及感谢你，把你那么东西了。你就拿着嘛。谢谢哦。明星，哎，王大哥，这还没过几天，你咋又转过来了？是不是又没安完消息了？是有消息了。真的呀？我有个亲戚回华莱了，说是这种老是没得音信的人可能不在了。政府就管这种没得音信的叫做失踪，也就是说人可能早就已经死掉了。明星。都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不要太难过，你人还年轻，好日子还在后头。这种皮鞋是我送给你的，我跑了半辈子的货郎生意，多少存了点钱，上千年我朋友死了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就跟我一起下山到村里过点安逸的日子。云秀，你就说些话嘛。这些年我辛辛苦苦爬山过水的老是来你们这个地方，真的挣不了几个钱，其实就是想来看看你。云秀，我是真心喜欢你，你就跟我走吧。西门了，
哎，快点快点，听着放羊了。这次政府扶贫送来了一批小羊子，我们村委会已经做了决定了，县经济加贫困的给。哦，下面我念下名字啊：吴有银家、云秀家、李发举家，就这几家。哦，有啥子意见，回头再说。哎呀，回。阿妈，都八年了，一直都没得音讯。他们都说你不在人世了，爸爸妈妈也不在了，也好狠心啊！我命为啥子那么苦啊？阿妈，妈妈别哭了。阿妈。妈妈别哭了。这是你离家时给我洗的红裤带，这些年我一直把它洗在身上。小鬼啊，银秀家阿旺还是回不来了，要不请王大妈去跟他说说，如果他愿意的话，就给他寄过来给你过算了。妈，你在说些啥子？你帮江银秀当什么人了？再说了，朋友气不可气，我跟阿旺啊都是从小一起长到大的好朋友。小鬼啊，妈老了，这个家没得个敌人，
个日子咋个过？妈，你不用管。来，妈，妈，你的鞋子，过来，过来。那个也不让骑。妈妈，要是这个叔叔是我爸爸就好了。趁你还年轻，妈给你做个主，乔贵这个人靠得住，你就改嫁他算了。辉哥，你行。我给你做了双毒鞋。我咋可能要你的东西啊？这么多年，你对我们一家人的照顾，我不晓得咋去感谢你。感谢啥子？我答应过阿旺，要照顾好你们的。小伟哥，以后你衣服脏了，拿给我帮你洗嘛。哎，林霄，林霄，林霄，乔贵哥，等一下。好，你想。乔贵哥，我想好了，我要跟你一起过日子。三三林霄，咋个？三林霄，咋个？
真的，英雄要嫁给我了，英雄要嫁给我了。妈妈，是我是阿旺，我回家来了。不，你不是，你肯定是鬼，大家都说你死了。玉秀，我没死，我还活的，我被坏人骗了缅甸去了，在黑锅上干苦呢，今是差点没命了。前几天在北京解救送回来，我就急着往家走。天哪！阿明，好苦啊！要不你怎么死过？对不起你啊，阿我出门时间长，这点钱你就留着身边用。钱贵啊，明年可多点了。还没想好，可能要大半年。我给城里面找找，看有没有什么活就可以做。你看俺这个娃儿咋整？咋个整？这个整？我有什么办法吗？妈，对不起，我刚才不该跟你家发火。我走了，你要注意身体。这人都十一岁了，他能够照顾自己呢。